登頂失敗，紅花嶺。頭先我就喺呢度行翻落嚟，呢度啲路梗係平啦。再行前啲，爬都爬唔掂啊！我行咗上去半個鐘，頂唔順落翻嚟。我諗我行，你見唔見到上面見到佢嘅有個頂？見唔見到？行前邊睇有個頂，頂你個肺嗰個頂係嗰個頂啦，冇錯嗰個頂。人行噶，不過我都行咗上成半個鐘九個字。我諗我行咗一半啦。唔得啊！天黑啊，走。咁睇翻第二啲啦，呢度有个塔下边，好路啊，上唔到去，系一个遗憾啊。但真系唔好勉强啊，坚上唔到。我谂我上到去系天黑同埋会脱水啊，因为真系斜到咧，所以冇乜细艺咧。大家嚟红花岭咧，行到嚟呢个塔好啦，唔好再向前行啦，除非你。好早嚟啦，或者有人陪你行啦，唔系你系会啊，仲惨我见到李凤仪啊，落翻嚟啊，呢度个位置舒服啲嘅，但系咧个电话咧甩嘅，劲乸攰啊！有冇人上个红花岭啊？今日我嘅状态麻麻，呢度得意系有人耕田啦，有啲凳咁样，上唔到顶，睇呢度啦 ，OK 嘅，知道边度啊？冇错，你嘅祖国啊，见到祖国对面半山都有豪宅噶，咩人住嘅咧？唔知喎、啊。咦？一路呢度都系大陆嚟噶，见唔见到咧？有啲铁丝网啊，中间嗰度，中间嗰度，嗰度应该就系嗰啲拦住唔俾，嗰度应该系条河噶，系咪深圳河咧？再望远啲，咦有个码头喎，原来深圳我都唔知道。其实那里是不是大陆来的啊，等屯门就没留屯门了。跟住呢这边。这边应该是香港来的。如果你看到这里有条。怎么讲呢，有炸铁丝网那里不是是边界咯，那你将这座山遮住了。跟住再移回过这边，这边应该是香港来的。没错，我走到一格先。因为这里是梯田来的，为什么有三格梯田。我又不可以掹长呢支棍，会甩喎。呢度应该是香港啦，呢度系咪应该就系沙头角咧？喂，咁嗰度边境啊嘛，嗱，嗰度嗰旧嘅应该边境啦。呢度系呢度啲铁丝网应该系拦住，咁啡色呢栋系咪应该系福田系咪？唔知喎、啊。其实沙头角过去呢度边度啊？福田啊，系咪咧？沙头角过关系边度啊？喂，系咪得揼骨噶？呢边应该就系沙头角啦嘛，我未入过去喎，有个码头噶、哦，跟住咧，原来咧个海咧，见唔见到个海啊？个海有啲蓝白色嗰啲拦住，系咪又边界嚟嘅咧？嗬，咁偷渡咩？会偷过嚟噶？其实嗰边啲岛几靓，大陆嗰边咧，跟住望到好远嗰几个岛都几靓，系咯，冇啦，呢边睇唔到啦，唔够高，呢边咪睇翻我个袋咯，啊，系咁啊。上唔到頂唔開心。